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大家阿弥陀佛，来，请各位念：消除业障，累积功德。那消除业障、累积功德是为什么呢？记住来，为了众生消业障，愿众生得到功德，愿众生发菩提心，早成佛道。所以一切都要想的是为了众生，为了让他们成佛，但是责任上由我们来努力，来认真的持戒发心，做各种各样的功德。那如果用这样子正确的动机，那我想就会一直符合大乘佛教的心态。但是我知道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会随时被这个世间的种种的红尘变化而起心动念，也为了怕起心动念，所以各位一定要追求空性。那追求空性就可以达到什么呀？念下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就不会被这个外相的一切起心动念，你爱的跟你恨的，现在你面前，对你来讲，你都很平静的，知道它就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消业障，你没有很大的福德资粮，那你要达到这种所谓空性的般若智慧，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佛教要我们忏除业障，广修功德。进一步呢，以一个利他的心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各种的资粮，最后你才可以达到般若波罗蜜的
智慧，那有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你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的在行菩萨道，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发正确的愿，来得到了帮助众生修行的力量，最后你才可以圆满了佛陀究竟的智慧，以佛陀的圆满来普度众生。不然我们现在只能说有一份悲心，但是我们没有究竟的方法。老实说，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师父那个怎么样，那个发生什么问题，当然心里觉得很惭愧，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的以自己的功德，乃至呢为你来念佛诵经，用法会的共善业的功德回向给你。但是结果怎么样，当然我们祈愿它能够更好，但是也希望这样子的变化无常让我们体悟到佛陀讲的真理，万法都是变化无常苦的，希望这个变化无常苦成为我们精进的助缘，而不是在祈求说你病好起来，你永远不会死啊，你永远赚大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达到这样，所以我们各位要经常的忏悔、持戒、上供、下施，就不断的来以这样的正确的心态来忏悔心，消除业障，来广修功德，来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愿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成佛。也为了如此，所以我们才要这样精进，所以也为了要让所有众生成佛，我们更要精进的追求成佛之道。也就是说，每一个思想行为都不能够离开为了众生离苦而成佛的愿力，这叫菩提信愿。那为了要圆满这个菩提信愿，所以要甚解空性啊，虽然在努力的利益众生，但是要了解万法都是虚幻的，但是虽然万法都是虚幻空无自性的，但是呢却要在众生上面念下长养慈悲啊，千万不要长养嗔恨啊，长养抱怨啊，啊，因为你如果要抱怨有1000个理由让你抱怨啊，那如果你要感恩慈悲，更有10000个理由让你去对方想你有感恩的地方。所以当然两个人吵架了，如果我都想到对方对我好的时候，我就不容易恨他啊。如果两个人吵架了，你没有想到对方对你的好，只想到对方对你的不好，那你就恨他。所以我想众生都是父母，那如果我们想到众生对我没有这么大的恩，他现在对我不好，那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恩太大了啊。所以那我们的思想来圆满自己，那我想佛教里面就是一种互相护持、互相帮助啊，就像我们出家人被供养、被护持，那我们就要更精进的来感恩对方，来用佛法来引导对方，用功德来回向对方，就像我们对妈妈、爸爸一样。那佛陀就希望我们有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感恩却不执着的空性，念一下缘起性空啊，没有外在的世界，没有众生，那我们就没办法单独存在啊。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互相帮助的、互相成就的，千万不要有互相伤害的精神。所以无论事情到最后怎么样，两个人要分开了，合个掌，谢谢你，感恩你啊，愿你更好，这样就好了。老板来跟你说，你被我开除了，阿弥陀佛，正好念佛啊，我继续回向给你，好好检讨自己，这个就是修行嘛。因为老板会被你感动的，哦，这个是修行啊，啊，你千万不要歇里斯里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你告啊，我要告你，那你就破功了，就没意义了。好，那希望在殊胜的日子都能够累积广大的功德，所以目的呢就要对诸佛菩萨、对护法诸天做大供养，特别今天的功德又增上，那做供养的目的呢回向六道众生啊，回向早成佛道，
然后呢，每天都能够圆满这个上供下施，对四圣六凡整个法界的资粮啊，那这样让我们的心融入于法界，融入于世界。希望大家有这种广大心，因为佛陀说了，念一下，执着就痛苦啊，能够放下，合为一体才是快乐了。所以各位每天用一支香，一杯水，都可以圆满了所有的上供下施。来，请各位念，一心祈请佛法生三宝，慈悲降临，护法诸天，同享功德，护持正法。我为六道有情，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所有牌位有情，做上供下施，圆满功德。第四页，十供养除了这十种的庄严的物资灯香，得到世间的福报，那更代表了学佛成佛的十种波罗蜜的资粮。所以我们要从外向的供养成为一种四向的供养，所以一种修持的供养，所以进一步自己也能够圆满十善业，广修利他的十种十大愿王，普贤十大愿。然后呢，希望所有众生都像佛一样的具足十力十种力量来利益众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信仰，一种圆满啊。我们以供养佛的圆满，希望自己圆满，以供养佛的圆满，希望来一天能够承担佛陀利益众生的圆满的力量。所以一直来提升自己。那现在呢，要供养的是七正宝。那这个正的意思是管人之事啊，所以今天你要开一个大公司，你要有好的总经理，好的会计啊，好的车子，好的场所。那做老板呢，自己也要好的智慧方向等等。所以呢，这个金轮宝就战胜一切负面的啊，就像转法轮就把烦恼消除了。神珠宝那就像如意宝一样具足光明，所以地藏王菩萨手上有一个神珠宝，可以满众生愿。这玉女宝呢，哎呦，就像一个漂亮的女人啊，温柔体贴啊，那也代表我们修行有这种极静柔软的心态啊。所以人缘法缘具足。大乘宝，哇，脑筋好，哎，又不会跟老板对立，然后呢又很会替老板募款啊等等，还有这样子的宰相大臣来帮助。所以各位要成就菩萨事业，那也希望具足每一个佛菩萨的七正宝的这种功德，那这样你才能够就像开一个大企业一样啊，一个大圆满的僧团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现在来当愿众生皆具足七正宝功德。所以以这样子的上供回向，希望所有众生都具足啊。第八页，手持金轮宝，天无所成，心心愿，举千佛耳，遍平山，南瞻山一切尘地，龙王宝林金吉祥，嗡阿吽。愿战胜一切魔怨之法轮具足，并悬于尽虚空。那要利益众生最大的
魔障是什么呢？就是生气啊，千万不要爱生气，爱生气你就没福报啊。不但你可以消除内在的嗔恨，也可以消除外在的嗔魔，那这样呢，一切才会有圆满的功德。所以慈悲必须忍辱做基本。再来，神珠宝。好心为天，我了念，祝有寻功照功，如是昼夜皆不异，摩尼宝莲清净香，嗡阿呼。愿具无量光明，令一切世间界与天人各自具足威德胜福势力，手持玉女宝。妙色善思皆生息，其福则润具生香，月以初受满白玉，一切众生以三摩地极静之力，令出世间自自他之力安乐成伴，具足如意兴盛，手持大乘宝，自生一切具足果，一种多吉功能人，去人去报其长者，大乘宝力尽吉祥，愿得清净天眼，具胜七宝，究竟自他之意与一切意趣，具足一切无碍智慧。再来，白象宝、甘马宝、将军宝，特别各位都知道了，普贤菩萨坐白象啊，以这种平静忍辱力量降服一切魔障，也就让我们行菩萨道能够永不退转，承受一切。再来，甘马宝，我就像关公一样了，坐的一只大悍马，快速的来回，所以呢，能够以这个四证明，让众生呢进入解脱啊。再来呢，大将军宝，那就有如就像文殊菩萨坐大狮子一样，这个将军呢，能够破除我们最可怕的这种我执无明啊。那我慢高山这些把它断除掉，而令自己跟众生智慧圆满，那就是每天各位最好在家里也这样念一遍啊。这几天法会圆满了，各位在读诵本，还是这一次听说印小本的，各位每天都在家里用相片也好，用观想也好，上面特别画图片，然后你要观想他的形象，也要观想他的功德意义，然后每天呢都在就像吃综合维他命一样啊，让自己的修行啊圆满各种资粮。手持白象宝，四肢平稳立于地，犹如雪雨山中香。
空，百香宝林金吉祥，嗡阿吽。愿具实力消灭四魔力，一切众生得入大圣。下回我们去缅甸办了，真的拖一只白象出来啊，哇，大家就会很发心啊，四只脚降服四魔啊，不然下回请两个男众装成象走出来就好了，大家也会高兴。这个就是法会的善巧方便，对不对？节目精彩啊，那再来呢，就一只哇，一些雄壮威武的马，哇，大家呢有这样子的快速的力量，来干马跑。黎明是南一座房，各地本是佛慧凡，如空虚境冒雨香，哦啊哦！愿以四正名，令诸有情无爱而至无所住涅槃界。手持将军宝，出征归返尽可惜，消灭一切魔君中，祭瑞圆满齐军团，将军宝力金吉祥，嗡阿吽。愿能就近方便与智慧无二之意趣，摧灭二十旬萨迦耶高山而智慧圆满。所以各位在家里有佛堂，也可以去请一组七正宝啊。因为对我们修行很重要，每天都知道自己要用什么心态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圆满啊，可以用正面的去降除负面的。再来就是八吉祥，像这一次他们供在前面的八吉祥比较大，庄不庄严啊？庄严啊！那我想就像不管你做什么东西，样样要圆满，就像一个大法师来了，我们给他拿个幡在他的头顶啊，哇，圣宝伞啊，就像一个大将军战胜回来了，哦，我们给一个大战胜的圣宝床，非常庄严。所以佛陀从天上下来，哇，样样的庄严啊，那人家会对佛陀更尊敬。所以同样的，一个人要行菩萨道，那也要有外在的一切来庄严他啊，然后呢，让别人更有信心，万事吉祥来。八吉祥圣宝伞，光参顶宝，光光雨照为宝，王为眼里生妙计，圣宝伞里金吉祥，嗡阿吽。供养吉祥鱼，我高明要说相和，君身边有
吉祥雨林金吉祥红啊红。供养圣宝瓶，宝中所成之上品，爱与众生之宝库，一天不缺。供养妙莲花，犹如一手竹林园，手出生出心莲花，迷人香蕊伴满枝。妙莲花莲真吉祥红啊红。供养圣海螺，金莲山妙有雪，如雪山雨中放宿，发一乐生欢喜，深海罗里金吉祥。供养吉祥节，妙生色是一说魂，玄理心智是所欲，天人有众言是理，吉祥吉利金吉祥红啊红。供养圣宝床，禅僧出方妙宝床，重重思潮宝王室，四周圆球顶宝月，圣宝床里金吉祥红啊。供养金轮宝，妙山月金重吉缘，举剑佛照遍无花，一愿第二能扎
在上，金銮宝里金吉祥，嗡阿哄。那我想学佛，特别大乘佛教，慈心遍满。我们希望所有人、所有友情都因为我们而快乐。就像各位，你赚了很辛苦的钱，包了一个大大的红包，给养育我们长大的爸爸妈妈。哎呀，爸爸妈妈那种快乐，你比他更快乐啊！那我想，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众生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进一步呢，有出世间的智慧与慈悲，有成佛的快乐。那所以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啊，烧金子、烧银子啊，金代表对上的神明，银代表对下的啊这些众生。虽然它是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要保留里面的意义。那佛法的善巧方便，你不要去改变对方的文化。那对方喜欢喝茶，用茶来变禅，这就是中国文化很特别的了。啊，用牛奶来代表甘露啊，用各种的刚刚讲的七正宝八吉祥，都是当时候印度的一些吉祥物啊。它就像代表用莲花来代表清净。这个就是佛法很特殊的地方。如果佛法变成一张白纸啊，万法都虚妄的、空的，那就变成一种个人解脱道了，那佛教就会没落了。所以佛教要办各种的法会，现代型的。下回我们办法会要请歌星来唱歌，好不好啊？上回我们在香港请张学友来唱《正觉之歌》呢。哦，我一听，哎呦，张学友，我说你可以做维挪呢。哇，唱得这么好啊！上回有一次参加请王菲来唱歌呢，啊，唱《般若心经》，所以那大家欢喜嘛，欢喜。所以香港的影剧圈就学佛的非常多啊，因为他们都是来参加佛教活动了，都是免费义务的，他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个佛教的善巧方便不能舍弃。舍弃善巧方便就不慈悲，对不对？就像各位，你去见你的朋友，带一份好礼物去，就像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送一朵他喜欢的粉红色的花，啊，那他就高兴了，啊，再来什么事都好办了，啊，所以意思是说，那对众生你要度他，那你要随顺他喜欢什么，那人也要有一点行动。他才会达到心理的这种需求。所以如果大家都是搞木死灰的，什么都不要管，哎呀，这个在这个讲空性就好啦，这些仪式都多余的啦，啊，这些敲敲打打都多余啦，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太平间了，点点嘛，啊，当然要敲锣打鼓啊，这个鼓代表菩提心呢，啊，这个钟代表断烦恼呢，哇，这个木鱼叫大悲无嗔呢，那大家就法喜充满啊！就像各位刚刚用这个世间不清净的钞票，钞票能不能供养三宝啊？哎呦，能够令众生欢喜，供养僧伽啊！啊，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各位现在坐了一整天，流这么多汗，怎么会清净呢？啊，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拿来拜佛，我们的嘴巴拿来念诵啊，我们的心呢？拿来修悲心观修，变成非常的庄严。所以佛教必须入世。我现在一直用脑筋要创造一个佛教 Apple 叫什么手机，打开里面只有佛教的，其他通通没有。你打开了要打电话的只有出家人，啊，没有爱人的，啊，只有孤儿院、老人院，你按就是孤儿院来啊，要捐款啊，啊，所以。里面一按只有金刚萨埵阿弥陀佛啊，这个生病了按这个，那个心情不好了按那个，啊，
让你时时刻刻打电话给阿弥陀佛，这样而已啦。打电话给观音菩萨，打电话给我们湛乐法师，不然你要打给谁了？去，这样子让他，但是内容要很精彩，对不对？不然他拿那个手机不好玩。这个善巧方便真重要。你这个世界都玩透了，哪里有比极乐世界好玩呢？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很赞叹他们回教徒。我这次去印尼，整个机场都是他们穿的配备，哇，很重，要去朝圣呢。那些老菩萨，我一问呢、一辈子没钱，借钱也要一次去朝圣，对不对？哦，去麦加那边朝圣，回来哦，死也甘愿，这样啊。那我们佛教徒也是啊，准备好一辈子去哪里？极乐世界，这样啊，带好所有的福德善根因缘，上品往生，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保证成佛了。那所以因为如此，这些善巧方便不要放弃。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有些大楼楼下有放一些金烫，各位以后换你去烧了，你不要说我佛教徒呢，我在修金砖呢，你是为了他们去供佛在天的，对不对？去布施了啊，顺便他们在烧了放两块饼干呢 去庄严呢、所以那这个方法你的生命才会精彩。好，继续奋斗。修行一定要有一天不自在，那你才会想要修行。如果悉达多太子没有看到老病死苦的这种压迫，他就不会想要去求解脱的之道。也因为求解脱之道出家，但是连出家都有很大的障碍，但是没有这些障碍他就不能突破。所以我想在苦行跟障碍当中我们才可以找到自由。但是所有的障碍不是来自于外在，原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啊，觉得有一个我，乃至我喜欢我讨厌的这种心态烦恼，乃至因为有烦恼而导致我们生口意去造恶业，而被业力束缚住啊。这个业力比较容易感受的就是生病，你明明不想生病，天天健康，天天运动吃好的，但是业力像瀑布一来你没办法啊。所以我们身上有什么业力我们自己不知道。当然传统有很多方法，包括地藏十轮经去沾查我们身上有什么业。甚至我也知道世间有一种好像卜卦算命的方法，也可以算出你有什么业，这样子啊。但是无论如何，业的因佛陀要我们找出业的因，那就是一个我执烦恼所升起的贪嗔痴。那至于忏除业障的方法，那有很多的，拜八十八佛、三十五佛、梁皇宝忏、三昧水忏，乃至像我没有很多时间，我都会只要有一点点的逆境，我就会自己不管在哪个地方跪下来来拜拜啊，来忏悔，就像这个业乃至这个烦恼。当然这个忏悔啊，罪从心起将心灭，首先要从你内心里面去忏悔。因为内心有这个分别心啊，就像你感情受苦了，你不能一直去怪对方，根源是因为你有一个情欲，所以你才会苦。如果你没有这个感情的欲望，那你没什么好苦的，这是你自己要忏悔了。那再来再对这一段痛苦的感情，因为过去造的业，那么也这样来向对方忏悔，甚至有无形的冤情债主，还有有形的啊，你的爱人对你不好，你也要跟他忏悔呢啊，好像他错呢，他现在错，问题是过去是你先错啊，所以他怎么对待你，因为你过去怎么对待人的嘛，
就像你现在骂我，你干嘛骂我？因为我过去骂你嘛，就这么简单啊。但是也不是说我这辈子明明没骂你，哎，对不起，人有无量世的轮回。悟达国师这么精进十辈子的大修行者，那十辈之前的一个杀业，一个口业造成的杀业，让他这么痛苦。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只要是痛苦逆境来了，我们就虔诚的忏悔。那么当然忏悔还不够，还要广修功德啊，我们放生来消除杀业的忏悔，我们布施来消除金钱的忏悔，我们诵经持咒来消除感情情债的各种方法都要了。就像点灯，点灯也可以速消业障等等啊，所以这些并不能舍弃，这些啊累积资粮来消除业障。但是根本上来讲，要有内心的空性。但是这还不是大乘佛教了，大乘佛教是你的痛苦，你的烦恼，原来众生都有这个痛苦，众生都有这个烦恼，所以愿自己与自他平等的众生而进一步做到自他交换，愿我代替所有这种痛苦的跟我一样痛苦的因跟业的烦恼众生而求忏悔，那这个变成大乘佛教了。那这样子的圆满的忏悔，反而让我们成为精进成佛的资粮啊！所以我想各位对来世你一定要有一个恐怖的感觉，而且这个轮回很苦的，所以也不能太相信自己啊！啊！所以祖师大德文殊普贤菩萨、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问之说《佛说阿弥陀经》，他希望我们呢能够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对他的爸爸净饭王，所以佛陀跟净饭王说，那爸爸你要舍报了，但是呢你将来的世界没有佛陀了啊，你现在要赶快先发愿去亲近有佛陀的地方。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告诉净饭王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能够去亲近佛陀，那你就有就近断烦恼、证空性，乃至学佛发菩提心。那我想不光是西方极乐世界，我想有这么多佛的净土，有佛，那各位都可以随愿往生。就像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十方诸佛皆来接引等等啊。只是我这样说，我希望各位呢多思维生死的问题。如果你的妈妈面对生死，那你可能就会很强烈。所以刚刚早上他们给我讲了，那位自行尼师，他已经呼吸有一点喘，可能快舍报了。所以我就在12:58的时候，因为我没办法亲自去啊，我就给他录音，给他讲啊，说啊，法师啊，世间苦啊，放下 啊，现在啊，我带你念阿弥陀佛，意念极乐世界，我们办了这么多法会回向给你啊，再来你就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现在要念佛，愿成佛的观念，将来你因为你的苦可以感受众生的苦，而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念完以后我传给台湾，台湾就拿给他听，听完以后掉一颗眼泪，现在往生了啊。所以我想各位电话也可以助念啊，问题是我讲了你都会讲，时间长跟短而已啦啊。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去助念，你可以把极乐世界的庄严跟现实生活娑婆的轮回苦告诉他，就这么简单而已。世间变化无常苦啊，生老病死轮回苦啊，西方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让我们呢能够停止待业往生，能够停止这个痛苦，专心的修行。那我很喜欢面对这个，是因为我才不会放逸，因为对方就是我，我就是对方。今天我能够跟他结缘，想必他过去一定跟我结缘过啊。今天我能够帮他助念，也能够在过去是我快临命终的时候，他帮我助念啊，甚至对我有极大的恩呢、啊。等等，
所以要把所有的一切转为一个真正佛法的修行。然后呢，希望更多的人以菩提心发愿往生净土，更多的轮回有情求生净土。往生净土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只要信愿行，有这个对世间的放下愿离心，这个世间你可以尽量拿去享受一切没关系，但不要执着啊、只要符合道德了，吃好吃的没关系，穿漂亮的没关系，但是不要执着就好了，因为执着就会痛苦。但是站在菩萨道，你吃的好的用的好的是希望替众生来感受，把最好的嗡啊吽供养他，把最美的供养他。所以站在菩萨道不是消极的，是一切的都要最好的。所以阿弥陀佛都知道最好的，阿弥陀佛把最好的都要让众生来享受啊。透过这个方便，那这个最好的不会引起他们的贪嗔痴啊，让他们啊非常的羡慕极乐世界庄不庄严啊。所以现在念阿弥陀经，哎呀，极乐世界好庄严啊，连洗澡都随便你想几度就变几度啊啊。所以什么都是最好吃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不一样的佛的世界啊。所以呢，旁边都没有人会找你麻烦了，都是不退菩萨为伴侣啊。所以没什么条件，只要你信心发愿啊，放下马上就超度了。所以那最大的快乐是干嘛？念一下，念佛必定成佛。对了，是所有众生愿意念佛往生，将来一定成佛。所以我们这些人将来会不会成佛啊？没有问题啊，新加坡出产佛啊，因为会念佛啊，而且我们是快速成佛的。为什么？吃素啊，广修功德啊，对不对？刚刚我看他们在排队不要钱的布施啊啊，大家比赛啊，因为大家要拼那个最圆满的啦。所以新加坡可以说是个地球世界的一个净土一样啦，对不对？那李光耀经理，总理很认真，总经理但是无论如何还有一个认真。所以一个人可不可以改变世界啊？可以的。所以李光耀先生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啊，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所以在世间法都可以了，那阿弥陀佛更厉害啊。所以你只要念阿弥陀佛，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种种的能力，把极乐世界成为现实人间建设的蓝图，好不好？那我们都是工程师了，我们努力啊。更重要的，往生极乐世界要不要等死啊？不用了，今天当下就往生了，心已经在净土了，无怨无悔了。但是剩下来的爱啊，你打我骂我，我依然爱你，我就是爱你去净土，这样的。我不会因为这样跟你翻脸吵架痛苦啊，耍脸色啊。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去变一个人好不好？ No complain， 只有微笑。 I don't care， Never mind， Just 阿弥陀佛。这叫念佛的人呢，念佛人不会在乎这些无事三恶意啦。为什么？放下放下哇，现在极乐世界最重要，念佛最重要，好不好啊？你儿子跑回来说，妈妈波涛咯，嘿，太好了，跟我去念佛。所以你女儿跑回来了，妈妈要离婚了，阿弥陀佛，三宝加持，回到我的身边，我带你假菜两婚了。所以没有灰心，没有失望，什么境界都是念佛的助缘吧。啊，那各位如果肚子饿怎么办？喝一点甘露水吧，八功德水，肚子饿要赶快念佛啊。啊，那你要很精进，你就忘了饥饿，那这个饥饿成为恶鬼道的苦。哎呀，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们超度。然后呢，随喜大家这么精进，阿弥陀佛。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往昔所造诸恶业，就是累劫累世所造的身口意的不好的叫恶业，伤害到众生都叫恶业。为什么造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个贪嗔痴不是这辈子才有的，我们上辈子就有了啊。所以很多小孩子长大就脾气很不好，对不对？一有意识就脾气很不好，这并不是爸爸妈妈让他脾气不好的，是因为他这个习性都还在，无始劫来的贪嗔痴啊，然后就会造业，从身与意之所生，透过身体、嘴巴、心态去造业，那就会让我们痛苦啊。所以要把这些障碍、罪障、业障消除掉，那生命就没有痛苦。所以简单的说，皈依三宝就有一点说，我要去找医生了啊！我真的感受到，我这么努力读了博士，我这么努力终于结婚了，但是我怎么还痛苦呢？啊，生命不是说有钱或是有地位就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啊！所以终于你到处去拜神，到处去求神，到处去问，搞了老半天都不就近了，搞不好还被骗钱了啊！但是因缘成熟了，终于听闻佛法的道理哦，原来是什么？念下来，善恶业报，六道轮回啊！我们说得到了好跟不好，都是我们的身口意造的业的报应啊，善恶业报。不但这一辈子有好有坏，有健康有生病，有高有矮，有钱有穷，有聪明有不聪明，这善恶业报。而且将来还有六道轮回啊！啊，所以这个善恶业报造成六道轮回，那轮回就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决心要脱离轮回啊，至少要得到暂时的安乐。那我们已经相信了，因为佛跟我们讲啊，都是因为贪嗔痴造三恶业，所以堕落太痛苦，所以我们要念一下转黑为白啊，皈依就是白反反白啊，有黑的变白的啊，往外求的变成往内，苦海转过来，归就是回归啊，回归真理啊，回归自信，不要往外啊，不要再造黑业，要转白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那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过去我们是拿着屠刀了，在贪嗔痴的，那现在我们要放下屠刀，走入成佛之道啊，离苦得乐之道。那首先一定要忏悔啊，求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呢，我们但是忏悔必须各位要注意，就是说你过去是按照贪嗔痴的思想在做事的，那现在我决心不再按照我个人的狭隘的观念在做事了啊，我要按照三宝的教戒来做事，这个最重要了啊！做什么事情就想观音菩萨会怎么做，地藏经怎么说，对不对？佛陀怎么说，那我就怎么做。所以家里要拜个佛像啊，看着经典啊，这各位多亲近啊，善知识出家人啊，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怎么做，这个叫一止三宝啊。所以一止三宝，因为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以前过的相信自己的生活，这个我执已经造成有一点痛苦了啊。现在我们要无我，佛教里面讲无我只有用佛法。事实上你无我以后可以找到自信，因为你本来的自信是圆满的道德的，但是只是透过外在的佛
找到内在的自己，你必须这样学习嘛。就像你去爬山，你要找一个已经懂得路的人，因为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十字口迷路了，迷路了，有一点困惑了，困惑了，所以那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导游，只要跟着这个，念一下古仙人之道，八正道，你要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离苦了，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特殊，所以一定要先忏悔业障，知道自己不圆满。这个佛教为什么这个最重要？为什么要经常拜佛？来，礼敬诸佛，消除我慢，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各位以后要出门之前拜拜佛，刚刚我们一进来，我们不管做什么，要先拜佛，拜佛啊，佛啊加持啊，对不对？就是感恩啊，愿佛加持，再来供养佛，再来忏悔业障。那各位，你相信？哎呀，我搞不好过去杀了很多人，这样就 OK 了吗？佛经说了，如果你有真心的忏悔，不再杀人了，你虔诚的忏悔，这个业障至少少了一半。再加上你有在念经、放生、吃素，那慢慢它就消除掉。所以业再怎么大不怕，佛法不可思议。你念佛一生，礼佛一拜，罪灭河沙。那各位要这样来忏悔。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